高考，艺考。六六六。学习成长。四万。稳定。白话发誓，就几天是吧？就是到一个心情，去外面，就希望去人少的地方。好，如果有假期呢，我最想去人少的地方玩。同样的，都是人少的地方。对呀、啊。没有，体质，天生。一般不吃宵夜。健康生活，健康人生。宵夜好吃的很。当然是渴望长大，每个小孩都喜欢长大，只有大人才会渴望不会长大。渴望长大。六七八分肯定有一个是之前打过的，肯定及格。我当时是没打分，满分是一百分吧，六十七分吧。倒流的话，那就回到搬家之前的岁月。现在挺好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妈会的。十年后的自己，加油 ，Amigo， 加油。希望你们能够让你的吃好饭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让粉丝们好好照顾自己 ，Amigo。希望粉丝们照顾自己。